养生达人时常生获得的最大成就，想法认识范春玲，娶到范春玲，因为和妻子有约定，要替妻子好好活着，替她看外孙长大成家。小妹，长生爷爷，你睡了吗？没呢。你记不记得上回你问我你有什么优点？啊，记得。怎么了？我现在告诉你，你最大的优点就是你很爱你老婆，并且你答应她的事你都会努力办的。这也算优点呢？当然啦，像你这种认识一个女人就爱她一辈子，然后你答应她的事儿还努力做到，那真的在当今社会太稀有了。所以你放心，绝对是个优质好男人。到底是人是鬼？小妹，你是不是在安慰我呀？哎呦，大半夜的哪有空来安慰你啊？这是我奶奶给我的笔记本上记着的。写什么？姓名石长生，生日1939年4月11号，最重要的人外孙高雨琦，获得的最大成就，想法认识范春玲，娶到范春玲。我呢，现在再回答你另外一个问题，你的确挺讨人厌的，但是你既然答应你老婆了要好好看着你外孙长大，那是不是就要先做一个让他喜欢的老爷呢？我也想啊，可这不是又让我搞砸了吗？改造这种事儿哪有那么容易啊？那既然要改，方方面面都要改。